诉你名将何永留，群山复苏，你是白此生明灭也明明万物、啊、哈利路亚，全能的创造主、啊、哈利路亚，万国万民都向一切的受造物，你亦都是我们所有人将来的盼望。求你就叫我们的生命不断来到赞美你，不断以哈利路亚来到将荣耀重赞归给你。我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门。请 Sarah 同我们读诗篇。各位早晨，诗篇104篇10-18节。耶和华使全言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雷得解其渴，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，
他从流角中晓冠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他使草生长，给绿畜吃；使菜蔬发长，给人用；使人从地里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心，得粮能养人心。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伦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汁浆。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鹤，松树是他的房屋，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番的藏处。创造万物全能的主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去俯伏敬拜，因为神你不单止是那个伟大全能的创造者，你亦都是那个慈爱丰富的供应者。神啊，你去叫泉水涌流，你亦都去喂养百物，你让野地的动物有水饮，有野食，你叫飞鸟在溪旁能够有栖息，有树梢可以去安顿筑巢。主啊，你亦都叫到天上厚云聚集，降下甘露。主啊，你叫到大地因为你的作为而得到丰盛。神啊，你又都让绿草能够生长，去滋润生畜，让人可以有那些的植物和动物可以作为粮食。神啊，你是那个丰富的供应者，所以神啊，我们愿意俯伏的敬拜，就是众山岭、江河大海、诸天穹苍、日月星宿都要来到去跪拜你。主啊，你的万国万民都要俯伏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一生的歌颂你，永远的跟随你，因为只有你是值得我们的跟随、俯伏、敬拜。愿意你接纳你所有的受造之物，所有受造的子民对你的敬拜。我们这样的祷告、俯伏、敬拜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复活之名而求。阿门。以赛亚书十五章至十八章，以下是讲到关于摩押的预言。一夜之间，摩押的亚尔城会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一夜之间，摩押的基尔城会变为荒废，归于无有。摩押人上到去巴益，又往底本，他们上到高处他们的丘坛去哭泣。摩押人因为尼波城和米底巴城去哀哭，各人都刮干他们的头，胡须亦都剃净。他们在街市上面要腰束麻布，在房顶上和宽阔的广场要哀嚎，眼泪汪流。希实本和以利亚利悲哀的声音会达到去雅集，所以摩押人带着兵器的高声喊嚷，人听到都心里面战惊。我的心为摩押哀嚎，他的贵胄逃民逃难去到所尔，到到伊基拉斯利斯亚，他们上到去努希波，边走就边喊。在河罗念的路上边，因为毁灭
就举起哀声，因为灵林的众水都已经荒凉干涸，青草枯干，嫩草灭没，青绿的物品一无所有。所以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去纽树河。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，哀号的声音去到以基连，哀号的声音去到比尔尔林。底门人底门的水充满了血，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，叫狮子来追上摩押逃难的人民和地上所剩余的人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个地掌权的，从西拉去到旷野，送到石安城的山。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，一定好似游飞的鸟，好似拆窝的雏。求你去献谋略，行公平，使到你的影在午间好似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人，不要去显露逃民。求你容许我这些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。至于摩押，求你作他隐密处，能够脱离灭命者的面。勒索人的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就止息了，欺压人就从国中去除灭了。必有宝座因为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促行公义。我们听讲摩押的骄傲是极其的骄傲，听讲他们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。因此摩押人必定哀哭，人人都要哀哭。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切的葡萄饼哀叹，极其忧伤，因为希实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，列国的君主截断了其上美好的枝子。这个枝子长到去雅谢，然到去旷野，乱枝向外探出，直探过沿海。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，与雅谢人哀哭一样。希实本以利亚利啊，我要以眼泪浇灌你，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，还有你收割的庄稼。从肥美的田里面去夺去了欢喜快乐，在葡萄园里面必定再没有唱歌，亦都没有欢呼的声音。喘酒的在酒渣里面亦都喘不出酒来，我使到他们欢呼的声音止息。因此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好似琴声，我的心肠为吉尔哈列切亦都是如此。到那时摩押人虽然朝见他们的神，虽然在高处，却是疲乏不堪。他们又到他们的圣所去祈祷，但是不蒙应允。这些就是耶和华从前去讲到摩押的说话。但是现在耶和华说，三年之内按照故宫的年岁，摩押的荣耀和他所有的群众都会被藐视，余下的人都会稀少，非常的稀少，所剩的无几。
讲到大马色的默示，看啊，大马色已经被废弃，不再成为一个城邑，必变成乱堆。亚罗尔的城邑已经被撇弃，必成为牧羊的地方，羊在那里躺卧，无人去惊吓。以法莲不会再有保障，大马色亦都不再有国权，亚兰所剩下的一定会好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。这些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。到那日，雅各的荣耀必会成为嚣薄，他肥胖的身体一定会变成瘦弱，亦都一定会好像收割的人收敛庄稼，用手去割取穗子，又好似人在利弗音谷拾取遗落的穗子。在其中所剩低的不多，好似人去打橄榄树，在樽上的枝梢上面只是剩下两三个的果子，在多果树的旁枝上面只剩下剩下四五个果子。这些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说的。到那日，人一定会仰望做他们的主，眼目会亲眼去见到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必定不会仰望自己双手所做的祭坛，也都不会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，无论是亚舍拉或者是木偶或者是香坛。在那日，他们那些坚固的城一定会好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撇弃的地方，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，这样地就成为了荒凉了。因为你们忘记了救你们的神，你们没有纪念你能力的磐石，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了异样的栽子。在栽种的日子，你们周围会圈上篱笆，又到早晨使到你所种的开花。但是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，你们所收割的都会飞逝。唉，好多的民众在这里喧哗，他们的喧嚷好像海浪的澎湃攀滚，列邦崩腾好像猛水滔滔，列邦崩腾好像多水滔滔。但是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的逃避，又被追赶，好像山上的风的腔屁，又好像暴风前面的旋风土。到了晚上有惊吓，未到早晨他们就消没了。这些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，是抢夺我们的人的报应。唉，古实河外船只彼此碰撞而发出擦擦的声响，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在蒲草树，坐在蒲草船去过河过海，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滑的民那里去，自从开国以来，那里的民众极其的可畏，是分地界践踏人的，他们的地是有江河分开。世上所有的居民，住在全地上面的人啊，山上竖起星旗的时候你们要注意，号角吹响的时候你们要聆听。耶和华是这样对我说的，我要从我的居所安静地去观看，好像日光中闪烁的热气。因为在收割以前，花蕾开尽，花朵亦都成了
將熟的葡萄的時候，他就要用镰刀去削去嫩枝，又去砍掉蔓延的枝条。他们都要被撇下，被山间的鸷鸟和地上的野兽。夏天，鸷鸟要住在其上，冬天，野兽都要卧在其中。到那时，这些高大、身躯光滑的民众，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谓分地界浅踏人的。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，他们必定会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奉到石安山耶和华安置他的名字的地方。亲爱主，今天你透过以赛亚的预示、默示，讲到摩押和大马色的外邦，他们怎样因为离弃你、远离你的时候，他们的遭遇、他们的后果。你讲到摩押人，因为他们离开你的缘故，他们一夜间会变为无有，他们眼泪汪汪哭号，他们悲哀难过，而神你的审判亦都会临到。神啊，因为他们一班是希腊人的，你要将他们除掉，你要秉行你的公义。神，你亦都对大马色的默示讲到，就是他们都会被废弃，不再成为成邑，会变为一堆的乱堆。神啊，你叫他们要回转，要归向你，因为他们看中的，他们自己指头所造各种的偶像。求神你怜悯，因为他们忘记了神你自己，就是那位拯救他唯一的拯救的主。他们不再纪念你，就是那个能力的磐石。主啊，今天你的百姓、你的子民需要来到听，需要来到回转，需要来到去安静，在神你的面前来到去省察，省察我们有什么的罪，有什么的地方是远离了你。神啊，你给我们实在是太多的恩惠。同样，我们一班原本是外邦的人，主，我们见到世界很多的灾难的临到，很多罪恶的彰显，令到人受到折腾。主，我们只是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出路，唯有我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盼望，有新的出路。主要就求你带领这个世代的人，我们能够及早的回转归向你，我们来到听，来到跟随主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名求，阿们。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作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藉着人，乃是藉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，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，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。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？若仍够讨人的喜欢，
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存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作先知的、先作使徒的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，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十五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我写信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亲爱主上帝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来住在我们心里面那个温柔的圣灵，我们要感谢你。因为神啊，你将我们众人从母腹之中分别出来，是你去施恩、去呼召、拣选我们这一班属于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实在是蒙福，因为在这个的世代里面，实在有很多的假的道理，有很多的假的基督、假的教师去传讲那些假的福音。神啊，那些人是可咒可咒，但是我们这一班蒙恩的人能够去被你拣选，所听的都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福音，我们去献上感谢。我们是何等的福气，可以去领受神你这个宝贝的福音。主，我们为到我们这个的恩典去献上我们的感恩，感谢你为我们的罪去舍己，以致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这么薄谋、这么歪曲、这么罪恶的世代。主啊，亦都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多怜悯之心。当我们去见到很多人是信了那些假的道理、假的福音的时候，神啊，我们要为他们切切的祷告，求神你使用我们去将真的道理、福音去跟他们传讲，以致他们不要落在那些灭亡的路上面。父，我们为到我们的众亲友、我们的家人、朋友，很多都是在拜偶像的当中，特别在他们的疾病里面，当他们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他们就会 去求问那些假神，去占卜。主，我们求你去怜悯他们，求你去拯救他们。主，也有很多的人，他们信了的是那些的异教、异端。主啊，他们的心好像蒙了脂油，看不见。主啊，他们轻视主耶稣你自己的十字架。父啊，今天我们要赶快的去将你自己
这个救恩去传讲，就求你去用得着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你福音的使者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好，请 Sarah 读这个的箴言。OK， 你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原意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有各种美好的属灵的引导，我们行真理的训诲，亦都有各种知识的言语。你鼓励我们，我们要去留心去听从，亦都要侧耳的来到去听从这个的知识的言语。神啊，就求你带领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去听去跟从圣灵的带领，去将你的教导存在心里面。主亦都很想纪念到我们有在教会提供的各种的教导，属灵的教导，无论是早上我们灵修，以至我们主日学，我们主后的老师很悉心的预备各种的材料，求你都用得着。亦都在不同的团契，包括了譬如约书亚团契，星期一晚他们都一起来到去研读，一起来到去讨论，去思想神你的教导。还有我们团契的查经，很多不同的场合聚会机会，求你都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去细心来到听，倾心来到听，你要将所听的我们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不断来到思考，不断的来到去实践。主，我们实在感恩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请 Sarah， 我们来到一个的结束的祷告。亲爱天父，全能的神，我们多谢你，今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日，我们又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藉着师母和牧师一起带领我们来读你的话语。神啊，帮助我们要留心领受训诲，侧耳听从知识的原意。神啊，你的慈爱是叫我们无能可以去拒绝，因为我们是不配的人，但是你竟然是拣选我们，叫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是有份。我们要称颂你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神啊，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可定的高，你的慈爱向敬畏我们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。神啊，我们只有时常在你的话语之中，我们才能够远离我们的罪恶。神啊，帮助我们天天的默想你的话语，叫你的话是真的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神啊，求你在我们每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求你监察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照亮我们的心中有吗恶行没有，叫我们能够是监察，叫我们不能够是得罪你。神，我们都围到我们教会都有很多的事工，我们都知道未来都会有机会我们会回到去教会那里聚会。神啊，求你都给牧师和一班的长执执事们有聪明智慧，叫他们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真的有圣灵的提醒和带领。好叫我们回到我们的实体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又能够回到神的家，又能够是有安全的措施。我们实在是多谢你。神，我们都为到今天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，求神时常的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，叫我们不要远离你，叫我们真的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和圣灵来做
你所许意的事、嗯、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